咱们这这大学的时候就在说马斯洛五个需要层次，什么这个最低的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然后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哈，我觉得我们没有很认真的看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马斯洛他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百分之九十的心理学，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并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恐惧、愤怒。 失控，然后呢？包括就说百分之九十的这个睡眠研究，就研究你怎么睡不着，你在讲想,想什么事儿？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精力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哎<对>，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个心态正常的人？哎、呃，然后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人性当中的慈悲、友爱、亲情啊、父爱母爱？我为什么不研？甚至他说我们为什么不研究那些成功人士呢？ 我们为什么都研究那些个生活当中的好像是呃失失败者，哎呀这个挫折者？他说，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哈，正面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更多心理学的启发。就是说，那好的是什么？你不要老说坏的是什么，然后咱们对症下药。那好的能够睡的一沾枕头就着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甚至有医生建议，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他可能，他性格当中的很多东西会感到跟我交朋友吗？这个，这个未必，这个未必。是吗？就是你和这样的相处，可能你睡得更糟糕。哦，对比一下，自惭形秽，是吗？不不不不不，这也有。无法理你的痛苦。因为这样的人他自己活得很痛快。哦。你可能和他在一起，他他的攻击性爆棚，是吧？就是他，你经常要。这算事吗？是吗？对。别那么想了。呃，对，你别，你别说，六哥。嗯。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儿，我的体会啊，倒不是说会使我更睡不着。嗯，我喜欢，我确实喜欢交往这样的朋友。哦、有些时候一说，哎，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个老总，就老老老爱说，还是山东口音哈，嗨、啊哎，多大个事儿啊！他，我一听他说嗨、哎，多大个事儿，我顿时就觉得好像确实没什么、哎。不我刚才你说到这个马斯洛所说的这个就睡眠也好或者梦的这个正向作用，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刚才老想插嘴，我读过一本书，一、这个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你看他都是内反方的人了。他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德国，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是那些睡着了的人。就说梦，其实对于一个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梦是具有巨大的疗疗愈。 <自>因为它是自由的，它是唯一不受控的。对对对，不、嗯、受监视的、哎你想。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梦是自由啊，梦是自由、啊。我我一直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你比如说，我很少，我我经常会看别人，比如朋友圈里说，哎呀，我昨天做了个梦，我往往会滑下去，我不会看，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共情那个梦。他如果说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儿，我是很感兴趣的。但是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你只能呃，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因为梦拿语言说出来都是不准确的。对，所以呢，就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你自己能识别它，然后就是它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对自己的了解，甚至是某种自由，也是某种秘密，或者是也难以言传的东西。这讲点上我也得说，你看就是，呃、哎。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对在讲，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谁对梦这么感兴趣？嗯，谁能够像弗洛伊德这样，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就所以就是我们，我一方面得说，我们确实是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就是或者根本上，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自己是自己的解梦师，而这个答案在自己内心之中。但你看，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梦是神秘难以理解的，而周公解梦都和命运连到一起，而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啊什么的。但实际上，你看这不一样嘛。那到了到了弗洛伊德这儿，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你也没法去讲弗洛伊德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是对还是错。对。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到了这儿，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我有个好奇，但怎么来证明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哎、因为我们<你>我我们自己会知道的呀。因为我自己也就，也经常会有一种神秘感嘛，嗯、就是梦会有一种预兆性，对、嗯，是吧？呃、嗯，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他解释了，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哎、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对，梦能让你看到过去。对对他说，所谓的预兆，事实上是回忆、欲望和期待这三样东西，或者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这这个这个、这个，我我跟你说，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啊，嗯、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它其实是个反观，就是、是往回看对。对，可是呢，我觉得它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客观上起到了是不是脑脊液要冲走那个蛤蟆，是么是吧？那个都无所谓，北他北他对吧？甭管那蛤蟆还是北他，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是北他。哥们儿，我就说什么呢？我说对我们来讲呢，他为什么特别有意义？你刚才讲的啊，就是你看我有，他把一些感觉啊串联起来，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那个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呃，我的呃呃母亲这个中风，中风之后她就不能就就就不能说话了。那当时呢，我在黄山脚下，那等于说呢，她到医院，呃，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那她只是在电话里给我说了一个话，就大概就要问他啊，我没事儿，就很无力。那就等于是是我母亲最后一句我听到她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到今天都记得，就是因为他特虚弱，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这个声音特别弱，但是又特别温柔，特别的温柔又又无力，你知道吗？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呃，后来呢，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呐、啊、什么这些问题。然后呢，前些日子我就做了呃一个梦，好像就是梦见呢，呃，我妈妈这个这个呃重病了，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我就记得我是这么抱，我这么抱着他，这么抱着他，他这个头啊，就在这儿，他的头就在这儿。那因为那种无力，他的头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呀，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就靠着。当时我就在呃抱着他在两个医院的楼梯中间，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在商量，哎呀，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好像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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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医院这个医生什么不接诊了，大概就是在梦里就焦急，我就站在当间儿，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呃出生啊，但是我就记得她这个，这个这个头啊非常无力的，又很温柔的，在我的呃就随着我抱着她跑啊，她就这样这样，就就就就让我就是她听到当时听到她声音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在梦里她是以一种她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在触觉，和她的发丝，对,对,对、呃，就是跟我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是一致的，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怎么说呢？刻印了，或者说让自己重新认知了。哎呀，这个梦醒过来之后，我就又想起，就是我我母我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这个这个话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在梦里，它是一种我抱着他跑啊，<对>他的头这样啊，就一个像昏迷的人，但是就那个发丝又又拂过，就这个触感。 你把那个和那个惊觉的那个、呃、<是>翻译成了，是完全，我在梦里知道是完全一致的。我会觉得梦里的那个感受之呃之深，或者是,是就是就是那种嗯，我就感觉好像人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而是你就是有表皮的。嗯，可是，在梦里的那个感觉、触觉或者所有的通感加起来，感觉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我感觉是直接裸露了，裸露的，裸露了。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其实跟父父父父母之间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对对，都是那种。但是你看，也也是，我只有在梦里，我梦见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甚至那种感觉特别丰沛、特别饱满。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父亲即使活着，我相信也不会跟他有那么多表达。梦里头是有，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我会醒来。 会觉得心脏疼，哦、是真实的疼，不是不是觉、哎、某种比、哎、那咱们三个病人，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真的吗？我、啊、会偶尔啊，非、哎、非常少但是我会经常是，比如说，呃，下午睡觉，睡、哦那个、睡过了。那梦不是睡过，比如睡过头了，一直睡到傍晚。有时候起来之后会觉得特别绝望。你跟你讲的还不是梦魇，其实就是讲到午睡的时候不能太长。 因为这是给睡眠的，这是个睡眠的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睡眠就是它一个完整的睡眠，它需要就是先就是那个呃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它走完这么一个部分，而且就是它要再重新从从浅入深，然后再这样出来，它需要时间。你可能得比方两三个小时，你才能够完成这么一个部分。呃，就是或者是呃四都说四十五分钟大概达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如果你睡得很久，结果会导致就是。 你貌似进的深比较深了，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所以那个时候你进入一个特别难受的状态。但是在晚上，我们比方睡至少五六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你整个的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大小周天。醒来是傍晚，是最绝望的。对对对对对。这是这是为什么呢？啊，不知道。那咱们三个病人都是同样的症状，是呃，有这个感觉。醒来的时候是傍晚，好像会觉得内心特别灰暗。我对我就是。这个跟生物钟。下午三点以后，我就绝不敢让自己就再困都不敢睡觉。躲避这种睡眠我会躲避，这就是下午三点以后，因为我知道醒来是傍晚，那就是就是一种莫名的绝望，就你一抬头。 因为你睡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你一抬头这醒来的时候就是就是华灯初上了，不是你平常看到傍晚的那个感觉，那个安稳的感觉。他这个人的状态啊，他就是跟体温有关系。比如说你睡得好了，你发现你睡不着，你的身体就越来越是始终是热的。对。你睡醒了，睡睡好了，身体就凉了。然后呢，有个体温变化的规律，就比如说大多数人从早上起来看见天光，那体温开始。 上升，上升，上升，然后呢，呃，这个到午后又开始有点往下降，然后大概到傍晚，据说是傍晚六点左右又有一次这个上升，然后就逐渐又体温又有点下降。这一天里，要是年轻的健康人，大概幅度在1.5五度，体温1.5五度的这个变化，你状态好的时候就是就是起来的时候，是吧？所以他们就要短睡午觉，也是呃有道理的。我还有个感觉就是，我要知道那个黑暗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你你看到那个天，你每天都能知道那个天光渐渐暗下来。你是，我觉得生理上是有感受的。但是睡下午三点以后，如果你睡起来，天已经黑了，我就觉得那个黑暗是在我，他是偷偷进来的，他没打招呼就来了，我就会有一种巨大的被压迫感。所以这个人体啊，是最复杂的这个宇宙，对,对吧？它，我觉得它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它是能动的。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研究就是当当你搞清楚的时候，你解剖他，对，他他他解剖他是死的，对，但是他活的时候，就这个能动性啊，我觉得所以心理学可以大大广阔天地。不，所以说心理学也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在哪儿？你看，就是心理学研究人的主观世界，就主观世界又不能用客观世界的那一套逻辑去研究，嗯、但结果它导致一个就是很难被就是标准化、很难被量化的这么一个部分。 对你，比如说标准，我跟你说，我都有这个，我都有这个数据了，我都有数据。又来了，你看啊，临近正午或傍晚，人的状态最敏捷和呃活跃。无论前夜失眠与否，你的思维还是会随着体温上升更敏捷。 那听起来全是在自我宽慰，他为他这小抄完了以后，呃、他都提是了样都行。都他都几千本书里有找对自己有利的，腰杆儿都硬了。没错，没错。你要失眠的人，我我个人的体会啊，不能作为什么，就是说，你要告诉自己没事儿，你少吃顿饭，你饿呗。但你为什么没有这个焦虑呢？对吧？你少睡顿觉，你干嘛那么当回事儿呢？就我我我有一些，呃，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来访，他们就有这个。 就是严重的睡眠问题，他们有这么一种逻辑，他们觉得自己白天状态不好，就是因为晚上睡不好。比方说白天一般涉及两个，工作状态不好，再一个就是人人际关系就是处不好，他觉得自己是因为晚上严重的没有睡好。哎，所以他们一直存在这么一个逻辑：如果晚上睡好了，第二天就有个好状态，哎、是就可以好生活、好工作。哎、这个结果我自己就都能开开出,出俩药方了。第一个药方叫用早起促早睡。 哎，这还就是你必须得早上早起。<他>你说，比如说早上六点钟起，你看你第二天还睡得晚吗？还有一个，这这也也存在问题，他睡不着了。还有一个，我认为就像小孩一样，我带小孩就是，你白天不耗他，他晚上就耗你啊、呃。对，我觉得就这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白天得耗。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反的。对啊。其实，当他们偶尔有一天睡好了，结果发现第二天还是工作不好，然后接着下一个晚上就又睡不好了。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总结出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你得把你的能量给使出来。 把这劲儿使出来，这样人软了肯定是会失帅的。怎么使呢？ 就是就是就是攻击性，你的攻击性，你平时像攻击谁呢？白天被老板骂了，吴老师你白天被老板骂了，晚上攻击谁呢？攻击性我们是，我们躲着他攻击性是一个那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要打人，不是这个意思。我我我认为，比方勤奋的人基本上不失不失眠，哎也不你不能这么说，这个这很多人是勤奋失眠的，对呀，非常勤奋的在失眠。比方你这种不失眠的人就不要替失眠的人总结。他一沾枕头就着，对啊，比方说。个。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但你看在你这儿又不适用。就是假如你今天这个节目做得很好，你觉得今天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该你有一种圆满感，然后到了晚上你可能倒头就睡了。但但是你就看你又不会是吧？但一般的道理来讲是，是你白天把自己的劲儿都使出去了，然后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就睡得很好。就<对>但是失眠的人大部分都是说我很累呀、啊，嗯，我很累，就是我觉得我劲儿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就是睡不着。但是那个劲儿是困而不呃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思考在使劲儿。 <noise> 就是你在思考上失了很多，你相当于这样的，你你想表达攻击性，砰，你把它压住了，然后思维你压在这儿你就觉得难受，你想多一点，结果思维和这个体验就是或者你就说思维和攻击性，构成了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使劲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是比较顺的，然后你就就这么就当然你看讲到这儿，我得说，我也不是这种人。哦，你你是失眠的哈？对，就当然当然说，反正我是不敢说话，说因为我,我对对对，因为您是睡得好的。其实这事儿我现在想很简单，就是有一个阈值啊，嗯、是你真到了需要专业医生帮助的时候，或者专业的心理人，嗯、那您就去看病，嗯、对吧？但是呢，就我身边的哎，从十几岁的到七十岁的朋友们。 好像现在说谁十二点以前睡，那都是不现实的吧？有一部分人是确实工作和压力有刚性的压力，客观的，对吧？但是更多的人，您觉不觉得？嗯，没错，他舍不得睡。对，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广告。 你想睡眠好吗？把你手里的手机换成书就好了。就 <laughs> <laughs>、哎、是哎，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除了看书，比如睡前做做什么事儿，是不是都需要？哪怕睡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是吧？对，就是、这你这你可能都要比这个累。哎 我现在有个时机判断，就是呃，看呃睡前看书，如果看到那个几行字，反复的看看了二十分钟、啊、对对对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laughs> 对，赶快睡觉。就是看到这儿又往前爬一下，啊、对。往前爬一下的时候。<laughs> 对,对，小南，你说你梦见的东西跟你睡前看的东西有关系吗？哎，这样，我我我觉得没有马上转化成一个恶趣味的问题。<能>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嗯、呃，我跟她相爱，我抱着她。 睡着了，我在梦里还会梦见他吗？一般来讲不会，我觉得不会马上。对，就是。所以这个是我的，<对>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的问题？<对>我翻译。在那个，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队里的那个心理医生，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晚上一个人梦见的内容和白天，比方说战争期间直接相关，甚至都很像，这个人他已经出现了创伤。嗯创伤 创伤了，就就需要就是让他离开战场，对，他是立刻就是因为立竿见影，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虽然我们的思维有很多问题，就是但是思维有一个巨大的保护功能，还有一个屏蔽功能。嗯、对，哦、白天信息冲击太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知道我们的基因是有限的，哦、我们得通过大脑的这个防御，接着自欺欺人，把很多信息筛掉，然后就允许一些和你内心比较相符的信息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他。 梦，难怪陈小南老师说，你看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女儿，但是他从来没有梦见他女儿。我很少梦见孩子，很奇怪啊。嗯，这孩子是不是就用您这个可以解释？他这个可能可能有一天他不在你身边，哎，也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梦里。哎，我还有个好奇的问题，你们的梦有颜色吗？哎，有人说过梦是没有颜色的。对我为什么问这个？因为我就只记得过一次，我小时候有一次我梦到。 在路边金色的大花儿，我就特别印象深是金色的，那个就是特别幸福。我在梦里自己都说我好幸福啊！我此刻就我我梦里经常能生出另一个自己，知道我在做梦。那是。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感觉车在前面荡漾，就是然后路边是大朵大朵的花，金色的和红色的。 啊、哎，好奇怪，就是那一次，因为我是色盲，所以我是我经常会做有颜色的梦。这我觉得挺好的，我现在是回忆不起来我的梦的是是是是。你的梦是没有颜色的，是吗？哦，不，就是我说不出来，意识不到我不，我意识不到，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通感。嗯。 我就像我，我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梦，它是一团感觉。但你让我回忆，我甚至回忆不起来，它有梦有颜色没颜色。只有这一次，我有意识，它有颜色。那那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的梦极其丰富色彩，色就是而且在、oh. 而且我常做这么一种梦，这个梦也是很经典的。我花了多年才逐渐的把它解开一些。因为我摄影爱好者，就是重度发烧友，oh. 就是结果我经常做一种梦，得做了至少五六百次了吧，梦见无比就是瑰丽辉煌的风景。 哇，那个色彩现实中根本就达不到，就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是我就拿出相机来，结果不是相机坏了，就是镜头坏了，就是拍不下来。然后这五五六百次梦里头，只有两三次就是把它拍下来了，但是只有一次是完整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然后就是把它拍下来。那你像我们那个号播不出去一样，这是属于你对对因为你,你打不着人那个。可能跟颜色无关，而是因为你关心。 那个，哎，但是我我梦到那个金色的大花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会感觉，哦、我就觉得是难以言说的幸福感。你比方说，有各种各样的穷凶极恶的犯人，这些犯人只要和人在一起，你怎么惩罚他，可能都不害怕。但是你把他关在小黑屋里，然后把他身体给控制住，然后对他们来讲是最恐怖的体验。你看，这也是就是就就是，你可以说也是，因为他进入全人的黑暗。 其实我们得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睡眠好？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不能够进入全然的黑暗，就是因为我们都让最最好让自己的意识、让自己思维全停下来，啊，这时候你才能够酣畅的淋漓的这样去睡觉。我我就是我身边那些，呃，没没有就我觉得超不过五个，就是这个睡眠质量极好，就是他们这辈子就是。 每天就是都像是享受一样，活得痛快淋漓，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白天活得很精彩，晚上就可以酣然的死去，第二天醒过来继续就是这么淋漓尽致的活着，<laughs> 然后晚上。那我们好惨呢、啊！我们这种梦里很精彩的就是属于白天比较无聊、啊。呃，呃，就或者是白天有未达成，哎呀，未达成的没不够愿望，一哎，你叫这叫什么？梦里不知身是客呀、啊<对>，对。一晌贪欢，你就想他的这个梦。 对吧？像什么帘外雨潺潺，嗯、是什么春意阑珊，嗯、罗衾不耐五更寒，对对是吧？嗯、然后你看他，他他失了国，他失了国了，哎呀！然后呢，这个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你想他在梦里做的什么梦？他在梦里做的就是他那个原来在他的。我把这个再用一个正能量的这个给，就是正向的情绪的。我记得帕斯卡尔的有一个，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一个。 呃，农夫，他连续十二个晚上，他在梦里头他都是国王，那他就会像一个国王连续十二个晚上在梦里是农夫一样幸福。对，哎，这个话说好就是这好，梦里乾坤大。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岁月长对，我 <laughs> <laughs> 我不要喝酒啊。<laughs> 就是你，如果你的生活是由一半梦组成，一半现实生活组成，嗯、那么。 你的人生就是这两个人生并轨呀。啊、那么你、你的、你、你不要管他哪个是真实的，他那个梦里的那个好世界也占了你人生很大一部分，它是真实的。你的体验在那一刻也是真实的呀。啊、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只能当国王，但是你的梦你还可以做农夫啊，多棒啊！梦也是丰富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呢、啊。对，就像睡眠也占据了一辈子三分之一的这个这个时间，而且有意思的是。 到现在为止，科学还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就就不能有个定论。人为什么一定需要睡眠？对，没有结论。人为什么会做梦？没有结论。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就是是是像电脑重启一样，它就必须得重启一样。因为我自己感觉我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是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嗯、而且是那个速度是比我平常的速度要快很多倍。我会自己吓一跳，哎呀，怎么突然想这了？就是它是万马奔腾，我很多人生中的。 我这件事儿要怎么做？大的决定和一些新的最好的灵感都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像光速似的。你会知，你哎，我下一个念头怎么？哎，那像他这样的，那如果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那岂不是很可惜啊、哎？就所以我们说梦有自我安慰性和这个创造性，是吧？他这个创造性的部分就很强。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这个梦又具备当有创造性出来的人具备这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为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说思维是有限的。 思维极其的有限，甚至极其的狭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自己的脑袋多么了不起，是吧？这个潜意识无比的宽广，就是、嗯、呃，而且它可能是根本性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梦也好，呃，潜意识也好，它是通往存在，通往那个中中国说的道，是吧？就是当我们能够和那个道合一的时候，你就你就知道那是最深的滋养，那是回家。潜意识是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的一个。 属于自己，但是又很陌生的大的世界。就是我我我会这样来理解，就是有一个人格理论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人格分三层，表面叫做保护层，其实就是我们的脑袋；接着一层叫做痛苦层，其实又是感受层。你看痛苦和感受直接连在一起，然后最深的一个叫做真我层。啊，我们需要进入的真我层，进进入真我层，你会感觉到彻底的安全。防御层仅仅是防御，和谈谈什么创造啊？当你有创造的时候，其实都是和真我相连。 但是当你进入真我的时候，需要经过那个痛苦层。但是我们为了避免痛苦，我们就不想进入到自己的体验之中。见到真我。对，我们就停，拼命的让自己脑袋不停，就是不停不下来。但结果脑袋停下来之后，其实你进入的是感受，进入的是真我层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呃梦睡眠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意识停下来。我更相信这个最基本的假设，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是，是因为有了痛苦的体验。 所以我们需要制造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就是当有意识潜意识的分裂之后，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我们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的潜意识。但是，假如你作为一个人，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然后这这最终你发现这个为所欲为没有和反社会什么联系在一起。哎 <laughs>，你发现这个想干嘛干嘛的人，他自己活得很爽，还把还把周围就是制造了很多创造性的东西。但是这个这咱们就是不够为所欲为，啊、所以咱们老猫在梦里头。没错，说白了就是太照顾别人，因为我们觉得为所欲为会带来恐惧，会带来内疚，<错>所以就是我们这样收缩着，然后就想到了想干的事儿，这辈子都没干，<laughs> 都没怎么干。哈。<laughs> <laughs> 所以。 越想越睡不着。他他、嗯、但是梦的<对>梦梦,梦里乾坤大呀，<对>梦里的满足也也是真满足啊，也是满足、啊。你感觉到了？一个这个西方有一个睡眠专门研究睡眠学的，研究了五十多年。哎，他说的话呃、哎、最实在，就是说到底人为什么需要睡眠？他说我的总结出来的原因很实在，就是不睡我们会困。 哈哈哈哈哈！就 <laughs> 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动物，睡着了就会做梦。他说：“你不这样也不行啊！” <laughs> <laughs> 我觉得太实在了。